极致对决全新第二季，极致 S4 登场。火爆男妥宗康，灵活男欧汉生，魅力男昆达，惊奇男小钟。哎呀，走！哎呀，小夫，我来了！小夫，快点！极致男团给你好看，奈之尊来袭，横扫千军，火力全开，赌神在线啊！偶像哎，怎么整人节目？对，怎么会这样呢？我一辈子做外景，第一次这样子。后面，右边，后面还有，对，16、17，十五就过半了，傻傻的17。全新个人赛制，斗志也斗人性。那我们就这样，好，欧赢，那约定欧赢。1、2、3。你没有位置太好了吧？你是我们的领袖，然后带领我们说话，你还叫我们说要欧赢，还在旁边逼我。决战基隆，全新开战，极致对决，谁错了吧？新的一季呢，一切都不一样啊。对，那个我们四个人是一个新的四人团体，没错。那每一个人都有自己的一个称号。对，对，我们的团名叫做极致 Apple。我们是银子啊，弱。好，我们来去团名，我还是感觉对啊。然后每一个人要取一个 A 的。A 的，那我是 A 的，你是哪个 A？ 好 A， 我是 Angry 最易怒 ，Angry， 那我厉害了，我是 Amazing。麻烦这个节目不要变魔术，先不要，先不要。那你是什么 ？Active， 态度。对 ，Anyway， 不是热情，我是最热情，我是 Anyway， 我是最长的 ，Attractive， 哇，好哟，魅力，最适合他了，吸引力，好吧。那个我们现在在哪里呢？我们现在在碧沙渔港。碧沙渔港，我跟你讲，这个在台北市或者北台湾都知道，碧沙渔港是我们大家的没事要来吃海鲜的地方。对，然后它是一个观光渔港，然后现在又变成你看什么海上观光渔港。哇，好多游艇在这。以前呢，这边都是渔船。对啊，然后都捕鱼，现在捕鱼不在这边了，现在呢都是游艇比较多。然后那个这边有很多海产店，然后呢还有很多，像我们去那个什么象鼻岩嘛，我们就从对面那个那边的码头那边出发，坐船去玩。欢迎两队的特别来宾。首先欢迎我们这一队是什么？谁？第一位是？欢迎尾鱼、陈宇强、吴尊。老搭档的哦，老搭档，老朋友，都老朋友。我从你这里出来，又去他那边。啊，对，他从国光出来，欢迎来到艾恩克。由此可见，台湾综艺圈没什么人呢。他已经算是我们找到最好的。谢谢啦，谢谢。好了，接下来看一下我们这边，欢迎凯西，欢迎兰兰。是不是觉得少一位，对不对？少一位，九位啊，应该要十位啊。我告诉你们，因为呢，上一季呢，我们绿队输太惨了，对。我特别重金礼聘请到这一位，可以说是偶像男主持最成功的范例，也是这个第一代的战神游戏王。男生见你们，让我们欢迎赌神来个。一身西装啊，好帅哦！帅，赌神在线啊，偶像哎！怎么整人节目？对，怎么会这样呢？应该蛮热的吧？你是不是得罪了樱花？郭建宏，对，当时输不起那个事件，多挺我，结果他记恨在心，现在来这个节目整我，看到没有？叫我穿成这个样子，全娘会穿这样跳水去。哪个都是要看看有没有办法综艺节目史里面五分钟之内就发飙的。哪个今天不一样，是今天来到贵节目，对，那是我三生有幸。没有。今天呢，啊，我以赌神的这个角色，是啊，来到这边带了1万块的现金啊，鼓掌，1万块，哇塞！
我先给大家带来一个好彩头嘛，怎么样？怎么样？对不对？每个人跟我对赌一下。哎呦，哎呦，来，好不好？来，赌具上来。哎呦，哦，果然不是你穿要配这种道具。要变魔术。今天就是一个大反差。哦，懂了，懂了，懂了。我看你可以穿多久，那么热。我快发飙了。我一辈子做外景，第一次穿这样子。等一下太阳出来了。现在还早。每一个人跟我对完，哎，点数比我大，马上加码送1000。哎呦，太贵了。哪个先来一个？哎，谁会玩家？你看谁？哎呦，哦，只有你，只有你。只有你，只有你，猪烤乳猪啊，烤乳猪，全球只有你，全球只有你，天敌，我好会玩骰子，对对对对，骰王，你好俏皮，骰王，我先来，好不好？哎，哦呦，来个来个，哇，这么多，你谁怎么赢呢？我先去换衣服。这样也太难了吧？九点呢？九了。我们要拐你的气，拐我的气。来，那个牙龈罐，罐。那罐嘞？哎，我。对，你先拿。哎，我最近运气其实算不错。1000呢？会不会逼机啊？你被。不会吧？逼机是什么？哎呀，3点。哎呦，哎呦，哎呦，5点。哎，转到6的话就平了。哎，对，就平了。哎，不是，你会不会做节目？你可不可以掰丢到那个摄影机看得到的地方？那再重丢一下。没有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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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基本的都不会。没有，没有，还发你来要赔钱？怎么样？就丢在这里可以拍得到嘛？懒懒来了，懒懒，我来，懒懒，拉库天哥，拉库天哥，生下来就有。哎，哪个？哪个？这一般这么大的筹码都是20万起跳。对。压下去。哎，这样你就这样拿奖金吗？对啊。没有前辈教过你吗？对啊。抱一下，拥抱一下，谢谢啊，感谢一下啊。真的，我哪在乎这个？真的。来。该你，雨乔，雨乔来，雨乔到这边，到中间甩，到中间甩，中间甩，来，加油哦，预备去，一定要赢哦，好，我一定要赢，用个大的，大的，大的就好，好，必进，必进，不好意思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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甩到 B 机耶，厉害！难得，难得，难得，还有 B 机的哦，超这么大，还可以甩出 B 机，也算厉害。来哦，凯西，凯西，我要来克老徐了。来，哎，好来，小徐要克老徐，克老徐哦。喂，好，轻一点，哎，不简单呢，甩到11真不简单，很厉害，真的不简单啊。球来换你们，换你们，来我来，我要甩高一点。好好来，不要丢到海里。好。4点，我们这一队都好烂哦，怎么会这样？哎，我们这队哎，怎么会这样？我们这边的，该你们了，一人一边，一边一边啦，来一位，各位小战神出现了，小战神哦，小战神，哇，这样转吗？对对对，哎呦哎呦哎呦，新生代游戏王，好不好？果然，哇，9点，有吗？平手，平手，平手，赔我1000，走，庄家，庄家，哇塞，很硬的，装很硬哦，装装硬装硬装。哎，魔术，来来来，气超好，这有什么难的？我靠！你怎么比？这有什么好比？这有什么拉变小啊？来，伊利，你就是装。5点啊，哇！有机会，就3、4、5点挂掉。对啊，烂透了，来来来，5点啊，换我了，9点拿的，直接拿哦。我们拿掉，不要先瞧哦，我先瞧好，好不好？打。这边。感受一下那个，没有没有没有，你让我补一个画面。等一下，我们玩完，你去旁边慢慢玩。来，六球不算，六球不算，没有没有没有讲六球不算，六球。他八
点。好，我也算了，我还比你赢嘞。好，八跟六也一样。哎，只有他得到哎。对啊。对啊。九不好赢啊。果然是赌徒啊。还有9000啊，我们立刻进行第一关。极致对决规则说明：本集为个人排位赛，每人拥有30000积分，游戏获胜积分翻倍，落败积分没收，走积分前三名可获得积分变奖金的机会，最后三名就要接受终极惩罚冰火五重天啦！赌上团队信任的全新星际赛制，掌握自己命运的个人下注，10位艺人当中，谁会是被惩罚的倒霉鬼呢？开场奶哥跟大家比拼后，除了懒懒获得1000，剩下的9000还是进了奶哥口袋啦。进行第一关的内容是渔夫爱摸鱼。规则规则，5位队员当鱼，敌对1人担任渔夫蒙眼抓鱼。计13分钟内，没被渔夫抓到的可得1分。2回合内累积最多分的队伍获胜。啊，我听懂了，那个啦，员外不要，员外不要，老爷不要，就蒙眼到员外去抓那个，就那个丫鬟，丫鬟是什么？谁是丫鬟啊？然后换成渔夫版的啦，换成渔夫版，押注最少1000，最多5000，来。怎么样，老大？我们只要是讨论说谁当鱼。对，这个很重要，因为其他鱼我们5个都要玩嘛。对。对啊。但他要蒙眼。我觉得他们一定会派出奶哥啦，绝对是奶哥。那只有你可以跟他拼。我压力很大。还有2回合。对。一回合是你。对。一回合是你。我可以，而且因为男生比较在运动，对，我在运动，我有点辅大体育系，就趁这个机会。你现在单身吗？现在单身。好，但是不要，懒懒也单身。我跟你讲，不要只想着享受哦，要赢哦，抓住他，就确认他，因为如果是抓住他，确认他跑不掉，所以要抓住吗？抓住。先，我跟你讲，先讲好，各位观众，我们是真的是玩游戏。这个制作人的决定要抱住，我们不是要这个有任何，其实我们也很委屈，对啊，制作人要，对对对，我刚才就说摸到就好，他说不行，要抱住，要抓住。其实渔夫随时可以换。他哥也很跃跃欲试。这不用讲，一定要问一下乃至尊，因为乃至尊呢，他抓过的丫鬟比我们吃过的盐巴还多，比我们吃过的丫鬟老江湖，我都抓鸡不抓鸭。这样好了，怎么办？这个游戏算简单吧？是算简单啊。我觉得奶哥先保留体力好了。好，让年轻的先来。我先打头阵，打头阵。因为我怕丫鬟跑太快。没错，老爷这不算。就是这个问题，好不好？我抓得到，你抓得到吗 ？OK OK。那这样决定了，那就是你随我。新的一季的第一把。就刚刚那个画面，就下500，我就下500。不要分自己的。最少可以，我们可以到百位数哦。就是如果是看到百，如果对这个队伍有信心，就压多；没信心就压少。是你到底？我的战力有多？女生可以爆，她就是永远偷懒。可是我的战力没有爆发出来。真的钓鱼的啦！真的钓鱼的啦！其实哦，说真的，我对我自己没信心。吴尊又是吴尊，我跟你讲，他只要有的玩的话，他就会涣散。他们对方只要奶哥一出来，再加上昆达，哇，那可怕！昆达那些女生会有一首像罗志祥的歌《自投罗网》，咔叽丢，呼呼就跪起啊！不要看我身上，我跟你讲，所以没什么信心，是不是？我真的没信心，但我有时候色欲熏熏，我会玩得很认真。如果我自己出来，我对自己还没信心的话，怎么玩？怎么玩？我觉得好了，安妮娜。Yes， 我觉得呢，我们这队派了两个老，一个老色鬼，一个年轻的小色鬼，所以呢，对于这种抱抱游戏呢，他们一定很在行。而且以我对钟哥跟吴尊的了解，哇，他们真的是无色不欢，所以我觉得最多是讲5000，对不对？我跟你讲，跟他拼了，跟他们拼了，他们一定会奋力一爆的，好不好？要写钱吗？一开始啊，不要 all in， 我们用中庸之道，哎，不要太那个，还有好多关要我啊。大家都了解我啊，对不对？好不好？不用讲了，
得一道试水温，好不好？我要下，我有把握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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哈哈，小心哦。哎，还没穿好，对不起。卡住，流汗，卡住了。太烫，检讨一下。加油，用生命玩游戏哦，听到没有？上衣还在帮你穿，他都流汗了。这是为什么这么紧呢？拉不起来。哇，肥啊，猪公。有最近有瘦了，你这是小小赛。哎，很可爱嘞，但是会不会太小一点？不会，还没有扣，你 OK 吗？我来个口很小哎，来哦，又是上角落，好，准备好来哦，好，好来，把他那个眼罩戴好，戴紧，原地要转五圈，来，自转五圈，预备，转，好，一圈，两圈，太快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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转慢一点，太快，哪个？快五十圈了啦，预备。你出界了啦！加油啊！完了，好废，完了，废。吴尊，你这个废棒！不是你玩游戏那么客气，你刚才是对啊！直接用力戳！哎，前面，前面，对，前面，哇，被击中！哎，不能出去哦，不能出去哦！哎，兰兰都跑出场了，不能出场哦！我挥转，挥转，直冲到底！哎，出场就算 out 哦，就算 out 哦，如果出黑色的部分就 out 哦！哎，滚！好烂啊！我转了，回转，回往后，往后，往后，地板，地板。你在抓空气啊，吴尊。太甜了。哇，戏啊，完了。好烂啊！哎，啊，我的钱，我的钱你还我，真的。吴尊，哎，害我没钱。哦，还有人可以。啊，他出去了。姥姥的，姥姥的，姥姥出去了，姥姥出去。不能再出界。不能出去，不能出去，要守规则。姥姥出去。姥姥出去了。哦哦，哎。谁踹我？抓到一个，抓到一个，睡两个了，快快快，快点快，再去抓！时间啊！哇，要抓昆达，动作大一点。好累哦！哎，怎么躲了？怎么躲？力很小哎，小哎，真的好烂！哎，完全跟想象完全不一样。你先跑起来了，有人完全没动过。太累了，太累了。可以吗？可以啊。可以 Q 位置，但不能讲那个。哎哎哎，那哪个在你前面？哪个在你前面？你放下。回转，回转，回转。欧弟在那边，欧弟在那边。最后一。往后，往后，后面。速度要快。后面哪个？哪个有了？有了？哪个？哪个有了？有了？抓到，抓到，抓到。好，剩两个。还有两个。直接抓！后面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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你的后面。你回转，你在后面。后面，你不要是好吴尊。直接前面，你正前方。正前方，后面，转身，转身。有了有了有了，欧弟欧弟抓了。欧弟抓。还有三十秒，最后一个，快点，快。哦，最难的就是昆达，昆达最难的。昆达完全瞧不起。他在你正前方。正前方，正前方啊。来后面。左边，左边，后面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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好，直直走，往前，后面啊，六，五，后面，后面，三，后面，二，哇，昆达游戏王啊，来，昆达完全没有用力啊，刚是谁抱住我不让我走？哪一个？哪个？这还好吧？我觉得你快死掉了，你嘴唇像白色的，这么可怕，你是有点担心你自己。这个假关心真 care 自己。强哥，我们有按照你的头的 size 稍微调整。Thank you very much。好，没有调。怎么控制啊？怎么会这样？别小偷！别小偷啊！怎么会这么大？好可爱！好可爱的大母鱼哦！奶哥你好强哦！好强哦！你把他耍得团团转嘞！现在就看那个昆达能不能把他们全部完胜。对，扫桌，这个叫扫德，好不好？我觉得渔夫最累。扫桌我们就赢了，好不好？扫桌刚才下得住，全部败类哦。要抓五个不容易耶。很
真的要抓个五个步，很累啊。他一开始就用错方式了。看昆达的体力怎么样？他体力一定比吴尊好。对，每天都在健身房，对不对？怕哎、欸。对啊。昆达没听到？没听到？我们在讲你啊！再讲大声一点。再夸！我们在夸奖你、啊。再夸，好不好？在夸奖你啊，好不好？一分钟，一分钟全抓完啊！一分钟全抓完，睡。哥，如果还有一分钟全抓完，抓我今天的所有娱乐都给你了，都合理的，对不对？好，两圈、三圈，还第二圈而已。三、四、五，好，预备，开始。加油！大家开始，在你的后面，全部在你后面，对。扑下去。地上，好，有，对，抓紧，有，站群的，扑上去，两个出界，两个出界，暂停，先暂停，两个出界，秒杀两个，陈立强和吴尊已经出界了，出界，好来，继续，后面，来计时开始，后面，剩三只，没有了。四点钟方向。漂亮，手打开绕圆，上吉尔夫，上吉尔夫，对，动作，该你们啊！没有啊，还有啊，还有一两回合啊！对啊，不是，好累哦，差不多了，他们两个回合，没有啊，真假的，两回合的，对，两回合，对啊，两回合，两个洞，第二回合计时一分钟就好，对，好，上手我来好了，让我来好了，这太长了，要不要先喘一下呼吸？小钟还好吧？小钟还好 ，OK 了。对啊，怎没事的，不会怎样啊。松哥辛苦了，太累了吧？三分钟，而且还要再一回合。认真的，我觉得这回合是关键，搞不好我们刚上一场得的一分是关键。哎，真的太累了。奶哥要不要抱一下？奶哥一分钟而已。好，来。好耶，奶哥上，你看多干脆。先带走的。就是一条汉子。先当鱼。来，预备，自罚五拳，开始。龙兔。四三二三，很明显是故意的，太自愿了吧？好，这是自投罗网，再点棒，这右边，左边，对，抓，好，又出去了，来，出场，右边，前面，啊，前面出现了，前面有了，哇呀，前面有了，后面，接下，右边，站起来，不要摔倒，你摔倒会很慢，后面，在后面，地下。左边，往
往前，左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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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左
派女的出来啦！是男人又派个女的吧？结扎，结扎算算女的。结扎，结扎算女的。结扎，结扎算女的。好，我们讲说，我们讲说前面，不是前面，前面就是后面。哦，知道吗？哦，对，用哦，这样子，哎，这样你有办法？前面，我觉得我们的战力有点太高点。好哎，哇塞，真的是战神呢，对不对？看到没有，各位？对不对？左边就是右边。什么叫家有一老，如有一宝？太聪明了，我都没想到。不是这样，这我跟你讲，七底我们最厉害，最会钓鱼的啦。来，各位，来帮奶哥，来。来帮哪个？哪个还没戴眼罩？戴眼罩，紧张站起来啊！他急的，哪个急的？不是急，我不想戴啊。好，眼罩戴好。哎，我跟你讲，可不可以转三圈球？不行，我们要转五圈。对啊，我是那种，我要坐那种船，会稍微那个小浪转大浪，我就会吐。哦，那哪个你放心，待会去了。来，哎。真的，我很怕晕。我会慢慢转，来哥，你放心。对，好不好？好不好？我会慢慢转，来哥。好，准备了。转，一圈。怎样动？你转，你怎么转这么慢啊？你脚要动啊，来哥。我脚要动啊。一圈，两圈，好硬，来哥。三圈。我已经晕了。四圈，还有一圈，还有一圈，来哥，还有一圈。晕了啦。好。战略，开始。后面，左边，好重，进去了。哪个嘴巴为什么要打？我不是小夫啊。后面，走后，对。太恐怖了！然后，最后一只。哪个？左手，来，成绩是好，接下来公布成绩后，两回合之后呢，红队5分，黄队1分，耶！好，马上进行第二关。哎，我们对奶哥误会大了。对啊，而且奶哥厉害哦，他第一个还会知道抓到最漂亮。举高高了，而且奶哥还知道哪个正点的哦，还不错哦，这是陈宇强哦。五尊他就直接踢走了，抓你一剑呐！你刚才说抓了车长，他最开心啊，对，裤子都掉下来，都准备好。哪个？你回去一定要看播出，你要看你那个表情，太棒了！真的吗？真的好像色员外，你嘴巴就这样，你忍很久了吧？好开心啊！他连一开始不是想说吗？员外抓鸭，对，不是改单元啊？你中间第一把撞到太监，太监。还把我踢走哎！踢走！真的厌恶了那一种。奶哥真的会钓鱼，真的厉害，好厉害，好累，好累。知道了。哇，厉害！怎么样，奶哥是不是很厉害？太强了，真的很强哎！你看，而且还可以跟对手，而且他是这样悠悠的这样。对，他好像感觉后面有长眼睛一样。
而且我刚刚花了快三分钟才抓五个，他一分钟就四个，哇！而且最厉害的是他抓到漂亮的时候抱超紧，对，还有举起来，我昨天把他踢掉，无助的时候还踢，哇！而且还知道他会，你怎么知道？你怎么知道你抓到的那种感觉是男生女生的？你很厉害哎，男生女生分不出来，还有抱起来这样子，都活这么久了还分不出来，抓到丑的你就踢走，太强了。积分前三名为奶哥、欧弟、坤达，落入惩罚区的则是康哥、吴尊、伟瑜，要加油啊！真的太强了。怎么样，坤达？你来这个节目觉得？游戏王 ，OK 吗？学很多游戏的经验你说学怎么重？对，你体力好，这是很重要的。做外景节目要体力好。但是奶哥就要告诉你，教你一点，就是有时候要省力，要会省力，要做蛮力。对，刚我那一分钟扎扎实实的。对，对不对？你像悠悠的这边转，然后就这样扑通扑通抓四个。对，所以要冷静。不能掉，你们俩还不搞啊？安慰一下钟哥。不用啦，钟哥，你们怎么样？钟哥，没事没事没事。钟哥，你真的很强。后面就看你们了。钟哥，我要帮，钟哥我要帮你排毒嘛。啊，排毒不以排除。来，现在我们来到第二关的所在地——国立海洋科技博物馆。它的外观是一个船舰，然后这个代表永续海洋的一个使命。然后呢，它这个里面要强调基隆八斗子这一地区的文化跟环境的特色。哎，不是，你不是这附近人吗？没错，我跟你讲，这边呢以前呢就传说已久，西班牙人在这边登陆，然后在这边附近生活。所以呢，这边以前在和平岛那边呢有一个旧址叫 San Salvador。就是卖西班牙断板。Sensacido， 漂亮妹妹都会叫我来垃圾哦，垃圾的时候都会像个理由。很可惜，因为打仗的时候呢，那已经被摧毁了，现在只剩地基在那边，所以你会发现这边有很多的原住民，他们的脸孔呢都很像混血人。对，所以这边原住民很多，原住民平埔族啊，阿美平埔都在这边。真的？对，八斗子，你看。八斗子的明星有一个最有名的，你们一定不知道他是八斗子的。谁？该不会就是罗志祥？他是八斗子啊！你愿就是八斗子。哇，你愿意讲他的名字？讲出口。哎，我同学，我同学，我一直以为他是三。我同学，我骄傲。我一直以为他是三只人呢。他不是啊，不是。三只小猪啊？不是，不是。重口味，每回合三人交叉入座，每人轮流加调味料一到三次，加到指定次数的队伍落败，三战两胜制，压住积分2000到10000。哟，以你的经验来看，这个游戏难玩吗？是运气难赢吗？对呀，像运气吧，金爆骰子那种感觉。哦，要读对方的心。嗯，这个没有斗志的东西不玩，你们玩就好。那你觉得胜率高吗？像我刚刚前面那个，我都用什么？用中庸之道。中庸不要急，嗯，我们现在三个列，你列前面，对对对，对不对？如果你一下重注的话，对，待会万一不好，我们又会拉下。对，所以我们就保守。持平就好打法。想不到演艺圈最急的人叫我们不要急。我是录影比较急，我觉得这一把我们可以下大一点，尤其你们三个在后面，你嘛你们三个，因为这个是纯运气。你会面对我去？我跟你讲，因为真的实力的我们拼不过，靠运气的就不一定。而且这个是完全脑力激荡，可是我看到他们我真的没什么信心。而且你看他是说几颗，五颗骰子，六颗，六五三十，三十三个人，最多到30。这个以前就叫做那个终极金爆骰子，金爆骰子，金爆骰子。但奶哥这个好像真的蛮厉害，对啊，技术太神了。你有什么赢过吗？对啊，好牙医，牙医，我骄傲。那我们就斟酌一下。天哪，而且最少要下2000，而且最多到10000。可是我们现在最输，其实我们要搏。我跟你讲，像我的个性，我就是凹回，一定要凹回。我凹到下一次公布，就是我就是前三位。但是我觉得小钟哥好像都会叫人家故意下很大，然后自己下也下2000。他刚刚在下注前，他讲说，如果可以下500，我就会下500。你要不要看我的单子？拿出来给你看。那你也没有我们多，因为你没有排名在后面。对啊，好讲，讲的奇怪啊，太厉害，没事，奇怪，刚刚
心。我这次不用，我公开写，难怪我公开写，我公开写，没关系，算了，我给你们看，给你们看，我就一万，算了啦，算了，我是因为受伤，我没办法下雨，算了啦，算了，对，但你还是没有我们看你的，看中你的多，你们这下山，我这次又下大一点，你要真的放在我身上啦，可以，这是有技巧。好，因为刚刚前面我一上万赢了嘛，三千嘛，这次6000再赢我就一万，我就下跟刚刚一样好了，保守一点，我决定改名叫 All In， 好不好？一万哦 ，All In， 好不好？我真是花钱如流水哦。我跟你讲，我决定了。跟你讲，这个数字就是漂亮的数字，到百位，到百位啊！中文不好，加油加油！下注了。景观餐厅，来八斗子就是要吃海鲜。来，今天这边有一个非常要告诉大家的一个很棒锅，叫做万乐鱼骨锅。王小姐你好，你好，你那个多万乐，欢迎大家。就是痛痛锅，你不要吃，因为你又爱喝啤酒。然后我要再讲一次，我真的没有痛风，快了，还没而已啊，血压高而已啊，还没有复发而已，必然。看这结晶的，你看这个，这不是结晶啊，这是肥。好，赢的可以吃吗？这一关，赢的队伍可以直接享用我们的万乐。哇，太想吃了。继续比赛，各队先派三位入座哦。请坐，来。哎呀呀！哎呀呀呀！第一把，我们一定要请到这种游戏的主持人。对。这代表真的太不红了，太不红了。谁排名？谁排名？没有，五颗骰子。五颗。最大多少？30。最小呢？哦。哇，数学很好。大家从五开始叫吗？对，数学。要从五开始叫。预备。好厉害。好来，给镜头看。紧张。哦。要倒三下，那两手吗？5、6、7。哦，好，那一点早讲吧。对，是下一个5、6，那就算5、6、7了。好了，算了，下一个太饿了啦。最近逆时钟了。逆时钟，5、6、7哦。对，热好凶。三下啦。拿调什么？拿调味料，先拿调味料。7、8。先拿调味料倒。对。7，然后嘞？很难说哎。7、8。5、6、7。8开始。八。八就好了。那太大勺了，兰兰。太多了吧？不是，我们要玩两轮，这样会。
不够。八够了。九八九。阿香，你不用吃。保守一点。太饿了。天气又。来，该你。放我了。好痛哦！好大声啊！大只啊！来来来，哎，不要加太多了。十。十一、十二，这不能吃啦！你加太多了。基本上，我跟你讲，它range应该落在大概二十。哎呀，我三米啊！哇，是芥末日啊！这输了。三、十四、十四、十五。千万不要！违法！违法！你用了就不能再用，对，不能用哎。我跟你讲，这个一定要冲，这不冲，喊三个，喊三个，你不要那么冲，我怕派我喊三个嘞，是吧？给他一个警告，对，结果他一下又回来了。冲了，冲了！小周哥露出一个没事了的，还对我使眼色。我叫你要过，你们敢加这么多，但输人愿赌服输哦。你用了吗？用了吗？还没，还没，还没。我要省着用，心加一头大。冲了，我啊！冲了，再去冲一个，一路走，好不好？一路。哇！好恶心哦！够了，十九。哎，够了，哎。有一滴，不见得多到很多，好不好？冷静啊，跟成年人，跟成年人一样，你们到底想对我们怎么样？十九没事哦，十九过，哎呦哎呦，我给你，我觉得你要冲，最多三十，要冲的吗？对啊，现在从二十开始转嘛，对，二十，哇，太多盐了，天哪，谁敢吃这一碗呢？什么下一位？等一下，等一下，谁说下一位？全要看看。直觉跟感觉应该是下一位，下一位，哦，好大哦，哎，甩很大，我告诉你还剩十个数，对呀，你甩很大，你甩很大不是甩，客家人，客家人，甩，客家人，甩不是甩，客家人，那我晕船时候出来的东西，好恐怖哦，那你自己刚用的，你刚加的，对啊，你加那么大，我跟你讲不会那么吹啦，真的，那加油，哇，该不会是芥末日吧？哇，哦，你多打两二二了，你两滴，开开开开开开开了，两滴，二一，好，下一位，哇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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这么大，达达，你是不是太早用牌了，达达？不要用了吧，太恐怖了，这要用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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最大三十哦，钟哥怎么样？我们两个，我跟你讲，你一定要够快。好狠哦！我就算好了，我跟你讲，这把我下那么大，
叫，再加水吧。再那你要叫啊，你不能加了。沉下去，不要加。加。塔巴斯科，新口味啊。二十二，一次到位了。康哥笑得好开心。二好，那等一下中了吗？中了。哪个表情凝重？没中。哇塞！我说的还凝重。康哥塞得很大。来，回转。康哥，在家。我好像在骂你。在家。二三，我觉得是二三。所以现在二三对不对？对。对。二三，好，你刚用过了，没中啊！再叫24，中了，哇！现场发生什么事情？踩雷的到底是谁呢？24，中了，哇！算一下，还要自己算，好可怜。二十四，不要，不要了，24，好，来惩罚。24，不是24吗？多少？24啊？不是，4×3=12，12+5=22。22。吃一口就好。怎么吃啊？喝太硬了。哦，这个勾芡呢？康哥少说一个字，他说吃剩一口。吃剩一口。但是其实你们太小看他了。家燕平常做的东西也是跟着他们做。对。所以你已经习惯了。习惯吃不惯。天哪，我不敢看。玉米，这玉米。Oh my god！该不会吃完还要讲口感？不能吃饭，还可以吃咸水。水，好饿，谁说可以喝水？不能喝水。玩游戏还可以喝的，对不对？裁判长很严格。有没有2000块换人的机制？为什么新规则没有这个机制？没有了。来喽！哎，第二轮。哦，这个声音好像小哦。对，这样也听得出来。我也觉得哎。五开始，直接下一个狠的来。五开始，你讲5、6、7啦。我就在5、6、7啊。哦。多三个嘛，对不对？对。来。5、6、7。哇，好多。豆腐好吃。豆腐还好。5、6、7的。我起来想吃。8、90的啦。出去了，康哥。8、90的。我们是走好吃路线的，你知道吗？还挑挑吃，算力，算味，算味，好吃，好吃，好吃。好吃路线的，算力，5、6、7，康哥很怕。8、9，加满。9、10，加满。对，康哥。哇，目前都还好吃。对，目前好吃。怕自己吃到，因为我跟康哥都是那种不喜欢浪费食物的人。对，我们要吃就是吃光。对。所以啊，就要吃光。康哥，你真的要吃光吗？我再听一次。不要这样。太了，十了，对不对？我觉得11。兰兰，你很喜欢芥末哎。这么一来就破坏它的口感了。对啊，你要不要换点别的？我们炒好吃点肉桂啊，什么白胡椒，感觉都可以啊。大哥可以吗？可以，来吧。11就一下，这么保守啊！11哦，很保守哦。跟你讲，怎么样？11，咖喱意大利面，11，我要12嘛，还是好吃。12、12、13、14，真的，我一直跟你讲，不是每一次，15就是一半。我鱼好痛哦！来，看13，不对，还好。心脏麻痹。我讲这一次，我跟你讲哦，一定要吃一半，看你们在敢不敢加。来，试试看你。我刚有一度，我觉得我要 Q K 了。好。
想清楚。十五。哎呦，这个队真的是三比二。就好了吗？对啊。好，十五过。哪个来吓人？哦，要冲，这样冲不冲？对，一定要冲，这一定要冲，因为下一个谁先拿哦，他的危机就最大。对，先冲。十六，十六。只能喊，因为我用了你会回来，当然回去。我用了你会回来，凯莉，秒回，我怎么觉得快到啊？我也觉得过半，我也觉得要到了，十五就是过半，这次应该不会像刚刚那么大。老天保佑，老天保佑，我觉得你一定要加，加个好吃的好了，因为我觉得他现在要口味，因为就是你吃了，康哥会吃完。思清，思清，康哥最想吃面，思清，过。他怕死，他会回还是康哥？我们都没有用哦。这还不确定是怎么。我们这边有两个人，那边他们有。起码看到十八开始叫。十八，是不是？十八。等一下，等一下，等一下。我没有说要吃完，我看回放画面。他说他要嘛不吃，要吃都吃完。他是这个意思。哎呀，我觉得要中了。我觉得他会吃完。五颗，你回转。哎呦，十回转。哦。他都要冲了。十八。五来了。这吓我一跳。刚才十六就先中啊，我中了。你刚刚说十六很关键啊，真的？真的假的？十不对不对不对，不行。奇怪，你们两个也没什么交恶啊，怎么会？哇 ！Oh my god！ 哇！是咖喱面啦！哎，都加个弄点麻酱来嘛，好不好？麻酱面好吃啊！来，请坐。五颗，坤达来，坤达感觉今天会骰小小的，哎，你是看哪里小？数字啊，好来，给镜头看。我跟你讲，慈悲心，哦，胡椒老师，太棒了，哇，来五六七，好运好，往哪边？往这，好，七。哎，我觉得薯条啊，这个香蒜粒，大家讲好不好？薯条啊，就是都用粉的会比较好吃，对，会比较好吃。好，你看五六七，然后可以分区撒，这样多种口味这样分区撒。八九十，好，香蒜蒜，好吃啊！健康美食节目一定要好吃啊！香蒜，好，来这个。对，有吗？十一，十二，嗯。十三，哦，底部没有，他骗的，他刚刚数怎么样？你演的不好，真的演的没有，我只是觉得很好吃，桌子惹你了，对不对？来，十三，十三，好，我来一点，咖喱，好吃好吃，怎么考虑一下用牌子？不要，你是十三，我是欧汉生，十四，哎，算了，对，十四。好，现在越来越好吃了。奶哥，奶哥在这时候回转就……哎，奶哥你是关键哦，你刚刚有说
你不会用吗？我还是秦中云。你会不会不久之后都需要 Tabasco 的业配？奶哥，你笑了，你刚刚你刚刚是多少？哎哎哎，奶哥，哎哎奶哥，刚好呢，奶哥，刚多少？十四，才十四啊？对啊，过半十五。你杆子加那么多下十五，他开心了，快做，他开心。我刚刚看康哥这样数数很久算很久，我觉得数字应该蛮大。不是，他是老花，他不是数。他看不清楚。我跟你讲，五个骰子啊，基本上全是黑的很多，因为只有一跟四是红的面，对，其他都是黑的面，三分之一。所以二三五六加起来三个骰就十五以上，哇，不用担心。好，叫好，我看一下加什么。没有卡弹哦，卡弹！你看你在打花叫你不要，不会玩哦。哦，真的不会玩哎，吴尊，吴尊你应该要怕死。我觉得搞不好没有那么严重。飞机十六，对呀，中！不要相信他，中！真的假的？很小，二四。十四是谁？是啊！好险！你看，你一下来以后，我们都不讲，不想讲话。恭喜洪哥胜！完了，这把吃亏！哎，我们赚很多，下很多钱呢。我也是啊，应该好输啊，看着要赢。啊，我应该下多一点。我也觉得这个应该要赢的。你看他下面鱼露，你把鱼拿到鱼下面。妈的，妈！好了，因为我烧到燃烧了。如此问题，你也不用客气了，这啊够狼够雅够狼搭我的啊，这个嘞，那昆达的给昆达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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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这里的啦，我穿的，这不属于我们的啊，哎，这什么？战斧啊！哇！哎呦！哎，慢一点，慢一点啊！好奢侈！哎，你这样羞辱我们！而且你看，我们意大利面是正常调味的。其实薯条应该还是 OK 了。超辣的，超丑，超辣的。我现在终于，我现在终于知道一句成语“望梅止渴”。哪个望？哪个望？哪个望？超满的。不要翻锅嘛！不要翻锅！哇哟！再来，不要说不够意思。谢谢奶哥，谢谢，谢可。不得了，这跟日本的鱼板不一样，就是传到基隆之后，然后基隆人呢用鱼浆呢把它抹在棍子上面，然后这样一层一层的像年轮蛋糕一样，一边抹一边烤，一边抹一边烤，然后烤成这个样子，所以是金箍棒鱼浆的味道，不是粉的哦，我把它哇。看这万恶的海鲜锅对赢家也太好了吧，吃饱一点才有体力应战啊，康哥队也别太难过，赶快追上来吧。前三名人是奶哥欧弟昆达，惩罚区的成员变成康哥小中尾鱼吴尊，回到安全区了。
刚是谁说这一关什么要凹轮？那个小钟哥，对，我对不起大家。其实是我对不起大家，因为我输一次，小钟也是赢，还有一次是谁？我对不起你们。没关系，大家就是运气也差了一点。对，哎，不要这样讲，不是这样讲，是队友运气差一点。和平岛公园，来哦！北海岸最美的秘境啊，这边很多的奇岩异石，对，海石的地形有没有？对，其中呢最有名最有名是什么呢？就是呢这边是天然游泳池，是用海水的，海水。哇！它这个整个地形呢就是很安全，让小孩子不会被乱流刮出去这样子。哇！其实有围，但是有让海水进来，天然的一捆。然后呢，后来又把它补强之后呢，变成一个天然的游泳池。哎，那搞不好再挖进下就可以看到鱼。可以，可以，可以有鱼，会有小鱼在里面，有小鱼苗。好，看到鱼哦哈。对，我发现来到这个地方，我发现海边的人其实都很害羞，你知道为什么吗？为什么？为什么？因为海边是避暑胜地，所以大家就避暑了。跳。不是，各位，我刚刚已经劝过他不要。好，来告诉我们前三后三。好，我先说明前三的部分哦。来，波弟，哎呦，哇，坤达，哎呦，哇，奶哥，哇，有稍微变来一下。下三滥，下三才可怕。下三滥，下三滥的部分，小钟。尬的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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汤哥，谢谢，哦，谢谢大家，好可爱，好可爱，尾鱼，哇，恭喜恭喜恭喜，你们两个下那么小，还能说下大，我下大，所以他们两个都最烂呐，对，奇怪，你们下那么小还可以输成这样，我们下很大，你看上一关就是败在他们啊，都败他两个下小的，对，好吧好吧，希望你们接下来好好加油啊，现在干嘛？来，要玩什么？下一关。有球快跑怎么样？每队每回合派出三人，计时一分钟，需躲避挥动的大球，还有取回指定的瓶子。两回合内累积拿最多瓶子的获胜。OK。哎哎，等一下，等一下，你有办法这样反着看然后念出来？好厉害，很强，真的厉害，真的。哎呀，下次我们需要帮忙，跟我们说一声。来，下注下注。重要就是两回合，一关三队。对，有一个人要玩两次。对，我个人认为是你不要再玩了，你不要再玩了，你真的不要再玩了，真的，你玩每一个都败。哪有？我刚刚也赢嘞，你刚哪一个？你已经赢过绿茶，我刚刚抓到四只鱼啊，对吧？也算蛮厉害的。哦，我抓到四只鱼，可是刚你数骰子数太久，所以害我们那队。现在还在怪我。我们是不敢怪大哥了，对，我不敢。我玩两次，大哥是对的。大哥，我觉得钟哥今天很 lucky 耶。对啊，而且他今天见血会翻红。我们必须不要那么用力。又渗血，又渗血了。他又渗血。我跟你讲，用生命来玩有这个意思。我这样玩，真的加油，两关了，真的不要再闹。因为下山下去我们是不要用生命来玩。真的，我跟你讲，你们如果这一关输了，就很难翻，很难翻。如果不用生命玩这个游戏，可能惩罚会我们会失去生命。真的，所以这关要拿下，一定要拿下，一定要拿下。有，来来来，一生。一二三，一三。我想这一把你们落后的要打，对我一定要压大，再不压没机会。我刚刚太保守了。重点是谁下去玩？哦，对，我们先两男一女。好啊。然后两男一女。两男一女可以。那我觉得个子高的可能会有优势。不然那就我们三个。对。好啊。我们三个。好，今天来了，对不对？好啊。你们三个。我再跟欧弟。对，你们三个。又回答了，战神 ，double 身材那么壮，就是要多做几次，好不好？我这样有前三哦，哦 ，OK 吗？哇！我刚刚就是太保守了，因为我想要运气关，但是这一关是体力活，所以我就直接吹 Ricky 了啦，直接一万给他下去了啦。我现在前面已经冲很凶了，我一直都第一名，你有发现吗？我两关都是第一名，所以我这时候要下有多少下多最少。啊，保守。你们一定会觉得有看过第一季的，你就觉得说欧弟长大了，对，卖欧贝冲，好不好 ？OK。有坤达哥在的话，就是要冲啦，这样好不好？冲了啦。不知道要不要加那一笔？对呀。
保本，2000到10000，人家不是搞不好多下的，好不好？小开箱。哦，义气了，义气了，哎哎，是，怎么了？用生命去玩，好，用生命去玩，因为我是用生命在下注。你们觉得我会赢吗？我们会赢吗？会哦，会，我下很大注的，康哥，我跟你讲，我骗你，我。去，是，我本着良心啊，人要有良心啊，可以下到百位数嘛，对不对？可以到百位数。哇，难下啊这一把，要赢，想要赢，但是又很难赢。康哥，我有把你的话听进去了，哎，真的要用命拼，我跟你讲，这是没在开玩笑。谁任何没有认真玩，我会找他算账。我现在剩这么少，我觉得我可以在最后一关打平，然后这一关先小小一下，最少是2000，我就先下个这样子，凑个整数。你不是要挺康哥吗？我挺康哥啊，我用小的挺他啊，换个方式，大的挺没用，换小的吧。哇，这很难哎，这边打到一下就没了，我可以这样走，哇，打没了，我可以这样走，哇，打没了，我可以这样走，哇，打没了，没了，没了，这样很快，这太慢一点啦，给我们起码拿一个嘛，剪一个，等我这样都没了吗？我的手，走，哎呀，不，走，哎呀，不，没有没有没有，没中没中，可以是拿一个而已嘛，你负责拿一个啦，我拿一个，哇，什么意思啊？这很难哎，哇，哎呀，球看起来好猛哦，这球看起来好猛哦，阿姨，我下面开始，啊，差一点点。四分，黄队4分，好不好？打平手。第二回合要闪两次，拿了一次，时候一次，走的时候还要再一次。我原本是手，现在换下。其实吴尊蛮厉害的，这一关。我跟吴尊各拿两个啊。对啊。来，大家速度变快。凯欣小心，凯欣，让凯欣小心，凯欣。好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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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好凯西小心，凯西小心，凯西小心，凯西跑！不要打到东哥，小东哥受伤了，他很可怜。不能给他活，不能给他活。受伤了，他很可怜。不能给他活，不能给他活。受伤了，他很可怜。不能给他活，不能给他活。石油，小哥好强啊！凯西也很强啊！快打上，收队，漂亮！收队，漂亮！快，他没力了，快！他没力了，他没力了，他没力了。哦，他没力了，他没力了。哦，动动动！
尽力啊！好强哦！来，比数14。比九，哦对对，两个人加起来，对对，哎呦，哇，来，红的部队，马上进行下一关，哇，好累哦，好累哦，我一进去就被打到了，你还没，你还没有进去，是吗？你还没，没有，他要出来，化妆师，对，他根本进不去，他同一声就打中我的船来了，我先走了，可以顺便带我一程吗？拼成这样，最后还惩罚，你说真的，你会觉得哎。蛮期待，等下到底谁是下三滥？我应该是我了啦。你看我拼成这样，就知道我下头大了。前三名变成奶哥、懒男、坤达，惩罚区不变，康哥、小钟，我一定要加油啊！太过分了。好，这一关玩的就是你了。极致冲冲冲！哎，极致冲冲冲！在园区内计时最快完成三关的队伍获胜。第一关默契像流水，四人往后倒水传递至指定高度即可过关。第二关回收洗脸水，四人随咬杯子收集泼出来的水至指定高度即可过关。第三关全员叽叽叫，四人抽出袋子里同一颜色的尖叫鸡即可过关。四人抽出尖叫鸡同颜色即可成功。那整集你说刚刚那个对对对，我搞错，我搞错，没关系，鸡叫，马的叫声，马杀鸡哦，来，你这样子认真就好了，好笑，你可以认真一点，还要把你哭的，这里是搞笑组吗？好奇怪啊。哎，这几关我们输，你没被惩罚的话，我觉得你这个通告费不要拿。真的真的，下注了啦，热死了，压住最少5000，最多20000。这一关是最难的，因为这一关呢，如果他们前面很快没用，因为这个要靠运气。对，所以我跟你讲，前面再快都没用。以我的经验，我算游戏也玩过很多，对，到最后会卡，但是除非你运气真的是好到无敌，一抽同时是那个。但我们前面也是要认真，我们真这个这次真的要赢了啦，真的最后这一把没有输到底这种事吧，最后一把再怎么样都要凹打，一定要凹打，对，那就 all in 喽，对，那我们就这样，好 all in， 那约定 all in， all in， 来下注，起码要一半以上，我也觉得我们赢的人，我们就保守一半，好，一半左右去进去拿捏，那如果落后像你要落后，对，要压大，其实我应该跟你们只差2000-3000分而已。各怀鬼胎的十位艺人，在决定生死的最后一注，是会获得奖金还是接受惩罚呢？命运之柱下好离手，来，这拳谁先谁来？你们俩上，先攻先走。好，预备，剪刀石头布，来，剪刀石头布，来，哎呦，没关系没关系，我们先过来先走，是命运，你们先，对对对，看他们多难看，参考一下参考一下，好，没关系，我们先攻就先攻，怕什么，我们比较找凉快，对啊，走，一次冲冲冲，预备，我来了，来，去，加油，去，加油，哇，去，加油。太烂了吧！康哥，不要那么激动啊！开火了吗？开始！1、2、3！哇，3！哇，好了！来，康哥来了！加油！水在哪？好了吗？蹲下来啊！蹲下来是你破坏的。1、2、3！得胜之力啊！有！得胜之力啊！有！怎么办？
生气啊，有两1、2、3。哇！哇！好，有机会。洗脸水，让你洗把脸，预备。OK。哇！哇！我总觉得有点羞辱。对呀。小龙哥，来啊！小龙哥，来啊！小龙哥，来啊！练过水刀，练过水刀，不会只有这种感觉。1、2，刚洗刀。我二蛋呢？1、2，有啊有啊，这个有没有？有啊有啊，这个有没有？有啊有啊，这个有没有？打开！哦有有有，杯子要打开哦，杯子要往上哦。有有有，这个有，大往上哦。有有有，这个有，大往上哦。有有有，这个有，大掉掉掉。下一个下一个，尾鱼。有这个有，有这个有，很好很好。我自己去接水。对，摸这个好不好？对，摸这个好不好？对，这摸来算蛮好的哦。小龙哥杯子不要掉，小龙哥杯子不要掉。这个集中一点，集中一点。擦板球，怎么样？擦板，很好。如果你先，我一哦，很好。快快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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跟你讲，幸运之神终于来了！我来了，怎么玩的？终于来了，怎么玩的？真的啦，怎么可能？真的，哇，好扯！这老天，老天也太感动，幸运之神来到我们这里，天哪，太辛苦了，一整天用掉多少？天哪，我们总是有狗运的，对，不可能，狗运来了，哇！哎，准备好没有？好，预备，好，我来了，后坡，加油！加油！一滴都没有，一滴都没有，再用力一点。好，三。加油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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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加对对对，预备，高不高再来，高不高再来，最后最后最后，来来，最后最后最后，最后最后，最后最后，刚刚还近一点，预备，哇，哇，好漂亮，漂亮。漂亮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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快快！没有注意哦！快快！快快快！一直在上课。
没有啊。对啊对啊对啊。哎，试一试一试啊对啊。哎，试一试一试。右手汤，完全没有。右手汤，完全没有。没有。你不要看我，你不要看我，再看一下。姐，你看他闭着眼睛。哎呦，对啊。对啊。你要看着。对啊。你要看着。对啊。我跟你讲，这个到后来一定会美丽，腰会超酸，我觉得奶哥撑不了多久。奶哥的腰真好。哦。快！他是哪边的？快！加！乖乖，乖乖！好可怕哦！南哥。手拿出来，手拿出来，两个手都拿出来，拿出来。哎，我们刚刚没有这样检查你们呢，真的。对，我们刚刚没来，恩将仇报，连帽换袋子。哎呦，哦哦，好严格哦。我们没有在怕的。谁跟谁？对啊，随便你们只要换袋子。这集留在圣诞节播了。好，预备，一个一个，开始。黄的，感谢感谢的运气。黄的，好，黄的。我现在公布成绩，黄队9分29秒，哎，这么久，那全部加起来，都可以生一个小孩。红队8分，8分是十一，8分是十一，愿赌服输，恭喜红队获胜。最恐怖的到底是哪三个要接受惩罚呢？冰火五重天。哎！经过一天的激战之后，最终排名即将公开。被完胜的康哥队究竟谁会进入惩罚区？大获全胜的欧弟队又会是谁获得奖金呢？好，来，我们现在开始公布我们今天的 final 到底的成绩是怎么样？先从第五名往上，好不好？第五名往来。第五名应该我们这边的人、啊。第四名的是。是我，哎呦，六万，然后六万四，这个也要算，因为为了公平公平，这节目没有超过十万，来来来，六万四，来第三名，哎呦，这可以有奖金哦，来，第三名，400而已，来第二名，第一名嘛，有奖金的，哦，谢坤达，哦，这个不是我。我把这牌子吃下去。哦，啊！到底第一名是不是奶哥呢？我们先公布第一名。奶哥到底第五名安全区。好，七四排。因为我们加扣分啊。对啊，你是扣吗？来，安全区还有两个名额哦。来，你在看谁票 ？Only。哇！哇！你心机好重。女人啊，不能娶啊，不可娶，最后是我们大家都说好一起收益的，一起收益。他是，我们最后都讲了，如果现在不是零的话，哈，那个就是没有收益的，就是。天上的都要零，我又受伤又全身湿湿的，还要泡。
小宋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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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你刚刚不是说你喉咙很重吗？马上，还有最，小宋，应该是吴尊啊。最后一个名字应该要连的，吴尊啊，吴尊一定是吴尊。好，来，第一名一定是那个。我们应该全部都零了，这都零啦，因为我们是最后都 OK 的。就你，就你说谎嘛，就你说谎，就你说谎嘛。我不相信你，我不相信你，我 OE 你，我 OE 呢？来，我没 OE， 我退出演艺圈了。一二三，一二三。啊！我没有尊重康哥，你没有，你演技太好了吧？你是我们的队长，你是我们的领袖。怎么样？都要好打，一定要打，不然就 all in 了。对。你带领我们说谎，你还叫我们说要 all in， 还在旁边逼我哎，还在旁边逼我哎。真的，居然身为一个队长，在安全区难看的，不要叫好不好？等一下，跟我们一起，我陪他下去。对啊，队长就有睡大哥。想要最后一个是你，接下来八八八不用看了，来，直接开了，八八八八八，零零零，欧印啊，我们都讲好了，欧印啊，真的我们都讲好了，看看你堂哥，你看这个游戏，游戏，谁想有生气，有什么好玩的吗？这游戏有什么？这两个下去，对，对，应该这两个下去，哪个会想的？那最鬼的，那他胜比较多，他比较对，不是他时间比较对，他要久。第一个第一个下去孤单，两个成双成对。前三名的，我们的极致幸运牌积分变现金。极致幸运轮前三名赢家获得积分变现金的转盘机会，奖金可以全拿翻倍，当然也有减半以及归零的机会哦。第三名请就位，还有这个，还有什么？快转快转，多快一个，二倍。来来，奖金是64500，64500，这么高啊！真的好贱，这个奖金到底会怎么样呢？哎，怎么样呢？哎，你要等等到天空太阳都快下来了，有光了。小李，小李，在这边看，对，你看前面，你转，对对对，好，公平，公平，对，去，好，自己抓，好，好。好抓！好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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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今天这个比赛非常精彩，那我们就这个好了，收工了。没有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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观众最爱看的这一趴，对啊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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所以冰火昨天就是我跟曾小，可以因为真的是讲好大家归零，对啊，大家都有选择，这个大哥就是要这样，走。最终惩罚冰火五重天，极寒冰块地狱加生吃辣椒，是体寒口辣的恐怖惩罚。怎样？我们可以这样，这样我们咬再下去，不要下去咬，下去咬会化掉。对，太冷了，太冷了啦。这辣椒一看就不辣。对，所以说怎么辣？所以你刚哥，辣吗？辣吧，好辣。哎呦，你还好吗？哎呦，大哥，哎，不要，哎，等一下，不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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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大哥。咬完就下去，预备，20秒，预备，起，go！ 住！住！天哪！哇！打！打！受伤了，受伤了，还
在不在？还在不在？受伤了，还在不在？还是你的脚吗？打断他了。还是。他弄的吗？小鸟飞走了。现在还在吗？各位，小鸟还好吗？作践自己的下场就是这样，真的，我真的，好吧，我下次再也不敢。最公平的，真的，好不好？最公平的，以后我们就抓这个最后最贱的两个人下去。对，好，好不好？对，好，今天真的非常愉快，谢谢奶哥，谢谢，谢谢所有来参加的哈，啊，极致对决，没错的。感谢奶哥来到我们这一队，真的是我们的幸运神家战神，直落四，直落四，做外景，大家开心，太强了！大家躲在这个冷气房干什么？晒晒太阳，对不对？先加一下我们的维他命 D。谢谢奶哥。首战，我们差一点。嗯，他们是险胜，险胜，对，险胜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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那没有这个节目是你们两个险恶吧？对啊，好坏哦，我这么信任这位敬重这位大哥，对，竟然最后这样子对我，对，但没关系，他站出来了，对，他至少对了，挺扛了，我们两个就下去了，就下去了，这没话讲，这没话讲，所以你们不要再生气了，我们不会，所以一个人说话说得好，次数力不够，好吧。很好玩啊，其实也蛮好玩，其实好玩的，我们都尽力了，对啊，大家表现也都很好。小峰哥也辛苦了，还受伤，你还受伤，没关系，没关系，这一切都不重要，对不对？可以帮你，至少我也可以同心协力。那我可能宁愿受伤。我谢谢你们这样的努力一天，谢谢大家，谢谢大家来玩。好，最刺激的心理对决，挑战人性真实样貌，跟着我按下 YouTube 订阅键。并开启小铃铛，极致对决，谁说了算？赶快来订阅哦！